歌曲而卖不见，手超忙，嗓音还跟 CD 一样。六号在中国甘肃开唱，结果在演唱《黑夜问白天》时，双儿的两只耳机都不见啦。演唱整首高难度歌曲《行走》的 CD， 实在当之无愧啊。网友赞叹：太牛了，我哥真的是神，我以为他裤子掉了，一直在那里摸，所以咱们下次穿小点好走。此外 JJ 还无预警演唱新歌《无畏契约》，篮球场的歌迷真的好有福啊。